我不想被定义。不想掉入世界对我的期待，不被世界的看法框住想法，用自己的观点翻转人生。我的未来没有界限，去争取，去探寻，去活出无边的自己，挑战期待，打破定义。ASUS ZenBook 15美丽无边，世界最小机身，搭载 Intel Core i7 处理器，